大家吃丸龟都会点什么呢？丸龟算是我的爱吃名单。今天到南港环球看到这间限定的高丽菜猪肉乌龙面，就点来吃吃看。汤头还蛮清爽的，肉是另外烫的，所以汤里面不会有肉渣。猪肉片约7到8片，菜量应该不到一个拳头大小，但喜欢吃清淡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目前到3月底还有跟马来模的几点活动，